哎，滚好远！怎么样？正慈林吗？还正四林？安安。叶子渊，请问到底在完蛋什么？就给他猫啦，反正有报酬金。锤子的那刀真的没啥感觉呢，收刀术影响不大，对，不像大剑，说的跟片手剑一样 ，K 后加护，赞哦。又想用片手剑补，可是软化要软两次就觉得很无力。对啊，要软两次我真的很讨厌。对啊，干脆还是拿锤子比较好。谢意重，按按。活动两次收龙宫两头，那要不要来打、啊、来刷票？什么票？什么好友？好友雷狼龙家那个好友票吗？好友票不是雷狼家那个鼓那个吗？鼓嘎啦嘎啦。是雷狼家。嘎啦嘎啦。嘎啦嘎啦。对啊。反正要打两次活动啊，就打两个这个、嗯。好啊。好啊，你看三十分钟打不打得完啊？我可能要先回家一趟，我要回家了。十分钟，干嘛？你等下要去玩别的？没有，我要回家了，我放假。你在网咖哦？没有，我在宿舍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慢走。拜拜。你要去哪里？嗯。更变装备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。注意就七点半了。对啊。你刚才说剩下几分钟，我就想到了。时间快到咯。宿舍没有时间快到一个提醒啊。好，拜拜。现金支付，餐券，用餐，又有报酬金，来来来，尽量死，尽量死。来，这场我死，尽量死，尽量死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耐心哥，那、啊、你八点要干嘛？卖快啊！哦，要卖快，好吧。你没看标题哦？
我没看。哎呦，挖五次，哦、挖四次，不用等我啦，我只是把散弹枪。干嘛？抓结局，现在都会无聊抓一下，看有没有大小金。你看蓝色就是啊，蓝色，蓝色的几乎都是大有那个的啊，特殊个体的，真的啦，我不会骗你啊。所有的蓝色都是没有没有没有结局而已。哦，摇一满，在哪里嘞？然后回头就看到他了吗？哎、欸，这在后面呢、欸，低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脚麻了。我的妈！是碰到就会痛的那种吗？白痴哦、喔，对呢，我没有耳塞，我是听得到魔物在叫的人。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好好好。让我当飞。软脸脸。这死光了。啊，按错，北七哦，红眼，还好不是我的错。北七北七，垃圾，垃，北七北七北七，准备冲掉。上去。没上去，石头会还你耶！笑死。嗯，他会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换不了子弹，干、欸、你娘嘞！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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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怎么会没耐冲？我以为你是耐冲的固定班底啊！我以为我有装哎、欸，天哪！还有骂脏话、啊。我记得我是不屈耐冲人啊。对啊，然后你是不屈耐冲，一定有的。不屈耐冲耳塞人，耳塞人好恶心。耳塞人没有，你没有耳塞。垃圾，垃圾！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！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！
有了，我是耳塞人了。哦，没了，耳塞没了。耳塞没了是不是？猫咪牌耳塞用完了。装备不认识我了，很奇怪耶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啊，没耐充，而且没有步驱，根本不用步驱啦，没耐充比较麻烦而已。哎，好了，对对对，哼，啊，我想绕远路一下嘛。看来收容所要等我关结束后了，结束再陪你打啊。没事啊，收容所那么多。你到底射谁啦？不是啊，他的那一根在这边，我要射那一根啊。哦，哦，那我滚。听讲恁家大起来，恁家大起来，是啥物我会拢唔知。哎、欸，你要转？我回去换装。好。那主要还是要等，如果要等那只飘下来的话，又要再花个两三分钟。就上去找他。走啊。我直接换花风去找他。嗯。我在营地啊。你在外面吗？在吧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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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。邪教就是邪教。那个是米糕啊，那个是可可啊，那个。那时候你们都没有吃哦，我说你买的面包有一个是蓝莓，是你的。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面包是谁的。蓝莓面包。战列古斯。
哎，没有啊，没喝苏打水，不过没有什么。我刚约的浪龙超市还没来啦。不。无法听从指示。给我吹。吹。直接撞哦！好，直接撞。哦，过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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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狙击镜看到你飞扑，吓我一跳。不撞了，靠你了。没事，偷。后面那边没有了吗？我捡过了，我刚刚打到他的手肘上。我来捡，臭蚊子，走开！等我打完再料理你。
头你好阿伯，哦，石头好啊，石头好啊，那我睡他哦。好。轮一下，轮一下。哎，屁了，屁了，屁了。是是是。什么颜色了？哎呦，鱼呢？好猛！这样还跟着走？哎，快挂！快挂！对啊，开始打我腰。刚在骑车的时候就15%了。他飞起来的瞬间，我在看到裤子。11分钟，对啊，不行了。啊，回来再跟你打一场，没事的。哇！哎，猎魂 Nice 也出现了，怎么现在才出现？我刚下班。哦，可以。上班仔，你看，我怎么你们下班我上班了、欸？你是夜班仔，不一样。晚班不是夜班。虽然我下班之后还是在自己忙那个家庭代工之类的。家庭代工之类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假的？6张好友之证欸。靠，也太多了吧。2张2张，1张1张。哇，法国的2张，你多我4张。哇怎么那么爽啊？多张啊。欸，我记得我是吃那个啊。对啊，我没有吃那个啊，御神签呢、啊。好扯，真的很扯，真的是不需要的时候就来一大堆，因为我都升满了。哦，你那个打完了？对啊，就是该用好友的都用了。我还没。没关系，所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擦屁股用的。你痔疮爆的时候使用这个完全看不出来，因为它是红色的。好友之那个好友之证那个时候几张？嗯，忘了、欸。Yeah， 帮你查嘛，我好像8欸，好像是8。8张就够了？好像是8。真假的，我够了，好吧。好友之证，我以为是十几张欸，因为另外一个是要19张啊，这个我忘记了。另外一个是22吧？19，19，那个什么冰牙的那个是19张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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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是19张吗？嗯，就是22啊。还是22。
24张啊，我想起来20，那这个应该是19，我记得有个19。看一下哦，好友之证3+1+1+1怎么样？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+10，13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22，还有之证22张。对，我们刚打的是好友之证吧？是。那、啊、祭典票是几张？祭典票啊，不就是一个武器两张吗？对啊，所以，哎、啊欸，那不要那么多，你记得有个19的数字，记错了。猫咪的要3+2+3件武器各一张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所以是8、13、14、15、16张，哦还有8张还有多的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毛起来打。真的是毛起来打，那天就是毛起来打，打到被路人气死，都怪我不装那一冲，都怪我，还敢不塞那一冲、啊，都怪我，都怪你，好啦。家，红怒恐暴。嗯？嗯？哦，干你老师，那蓝龙是亚龙种，我忘记了。什么蓝龙亚龙种？那蓝龙是亚龙啊，我记成兽龙，想说没家。我想说兽龙不是两只脚站在地上的吗？蛮热龙那种啊。忘突然一个忘记吗？它长得很四脚兽啊。被你气死呢、欸！哪里也不提醒我一下，我打完想一想，不对啊！我相信你啊！它是牙龙种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我记错啊！我记错了，我打完看一下情报没有加，想一想不对，它是牙龙靠腰。嗯，唉，哭啊！牙龙种，唉，把他前面杀了吗？断掉他了。87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我自由有很多。啊，我们昨天有遇到大金金火龙，但是被阎王龙吃掉了。哈哈哈！来了一只大银阎王龙，我气死，哇，超亏，亏爆哎、欸，被吃掉，笑死。很好笑啊！哎、欸，会气死！哎、欸，我岩飞还没有小金哎、欸。啊，你岩飞没有？我以为我小金过了哎、欸。那傻小，冰与猛牛，接啥任务啊？自由的啦。然后趁你不在，把我没打过的自由打一打。好啊，打一打。最好打一打，赶快打一打！你打一打，等你也，你感觉你这些全部打一打，就跟我一样等级了。不可能啊！可能啊！你的等级有点高、啊。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也才高你几等而已。高我几等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也有个40等吧。没有了，我不信，你怎么那么低等？哈？等一下，确认名片。很低呀、啊，准备一下，我先去尿尿。这个名片只看得到 HR， 我的天！哈哈哈哈！有啊，看得到 MR 吧？7275多吧？哦，看得到 ，MR 是267，你他妈高我40等！267也还好啊，你看你 HR 高我几等？一样啊。
是啊 ，H R 已经是垃圾了。不，他早晚也会999，你会比他还早999的。那你也不看看节操？怎样？他还已经快999了。他没有啊，他也是跟你差不多哎、欸。没有吧？他我记得他也是高我个。没有啦，他也是七开头啦。是吗？真的啦。进去本色啦！对啊，不让我尿尿的呢。我的大锤！要打啊！我来练习太刀了。练啊练啊，这时候就是要来练。好啦，十点后见。拜拜。拜拜。不不。关个麦。嘟嘟嘟嘟嘟。啊？救阿威，白痴！啊！救阿威，救阿威，救阿威！笑屁哦！北西，你看我们 tab， 我们 ID 金手。好了好了，开始了开始了。我们刚刚看就只有秋风是金色，我还想说哇，作者给秋风独一无二，嗯，金色好棒哦，就有金色 ID 有没有？我懂了。然后走过去，我有走错地方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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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吃就搞 A 就搞 A 就搞 A， 小燕呢？小燕呢？小燕，哎呦，我才刚看完医生回来。你要隔离是不是？你要隔离了？我没有啦。等一下，我戴口罩跟你讲话。我戴口罩，感冒。现在会透过网络传染、欸。等一下被感染了。会透过网络传染。对啊。你知道他现在会透过网络，很可怕的。太夸张了，你们。真的好恐怖哦！大家看台也要戴口罩。戴口罩，戴口罩，戴起来，戴起来。好恐怖哦！那你还好吧？我居家隔离耶、欸，我都每天居家隔离，还行，就过年前感冒到现在都还没好啊，太久了吧，太久了吧，超久的，而且我过年前你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旅行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去什么地方旅行。你有吃什么哺乳类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吃哺乳。你是不是还有去照胃镜？吃野外？对啊，我有去照胃镜。对啊，看你 FB， 看你好像蛮惨的。我还蛮惨的。哦。还是因为你舍不得治好，因为那跟那个病也有感情了，他陪你跨年。医生可以不要治好我的病吗？就让他减缓一点就好了，我跟他有感情。哎、欸，这个今天五十届是那个常态那个布丁的最后一届，以后会改成不定期举行啊，好不好？哦，为什么定期啊？因为懒啊，好，这个理由太直白了，太直白了。这
里有他，因为小恩参加太少了啊。屁因为找不到人参加、啊。常态布丁的最后一届，以后会不定期举办啊，不定期，好，不定期，不定期，可能等儿子长大吗？三个月一次啊，或是跟小秋风在一起玩啊？对啊，等小秋风长大，对啊，教他怎么盖。应该不用吧？对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好，也不是算最后一届啦，就是以后不定期举办，好不好？不定期举办，行。不定期，嗯，想到再举办。那应该是都不会举办，应该不会知道。到时候那个月初有没有？那秋风频道下面的那留言的一堆建筑大赛这个月会办吗？啊、记得哦，有建筑大赛哦，不要忘了。我们去联署，联署超过50,000人，我们就办哦。那有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吗？对啊，第一阶段联署啊，第二阶段联署啊。什么那么厉害？好啦，题目啊，想个题目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继续，等我一下。是最新版的哦，1.15.2。好，嗯，你还有麦块哦，我都忘记你有麦块。我有，我只是很久没玩了。哎、欸，现在就不太想把麦块打开来玩，好懒哦。太懒了吧？现在不都在开卡车吗？卡车也很久没开啦。你都在干嘛？你到底都在干嘛？你跟我们讲一下。我就是在人家底下工作。他忙着剪片，很辛苦的。对啊，没有我已经把他，我已经把他送出去了。辛苦了，送给别人。那哪有？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老板呢、欸。有吗？会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今天不想工作，老板就只能说好。但是小燕，我那个朱巧丽 FB 有加你好友，你都没有接受啊？哪一个？朱巧丽。有吗？正开台爆料。有吗？好啊。哇！朱巧丽就是我啊！好友哎、欸，对耶，真的耶！我就是朱巧丽啊，我姓朱，你好。为什么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？我也是后来发现，哎、欸，你有那个。好了，安全人。好了，赶快先进游戏吧。他应该还在更新吧？他还在下载的。50M 是不是？50M 加好友比主播重要。等一下，等他一下，他快好了。来啊 ，ID 了啊！题目啊，先想主题目啊，先想主题，先想主题啊，主题。好像有没有 ID 了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什么 ID 了。最近武汉肺炎很严重，生过最严重的病，没有，好像不好，不好。但是把自己这样子把自己影子盖出来，嗯，你看大家都写感冒了。嗯，如何预防病毒？讲一个那个、啊，想一个题目啊，想一个题目，想大家想想，嗯，想一种新的病毒，不义公司哦，超像的、欸。怎么样、啊？新的病毒好像不错。那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吗？就自己想啊。